者罗子欣台北报道，南韩情人女团 Vicky Micky 今年8月才正式出道，其中崔有琴、金素妍因参加人气选秀节目 Produce 101而入选限定女团 I 知名度超高，该团解散后两人回到练习生生活，并和另外6名成员池秀娟、 Ellie、 C、 Lua、 Rina、 Lucy 经过严格训练后组成女团，出道短短2个月就备受瞩目，尤其累积大量学生粉丝，被誉为2017最具潜力女团，而他们也将来台湾举办粉丝见面会。新人女团 Vicky Micky 下月将来台举办见面会，宽宏艺术提供。 Vicky Micky 最近宣告展开海外宣传，耳闻台粉出了名的热情，决定将在11月11日于台大体育馆举行首次的海外见面会。8名成员尚无人来过台湾，因此非常兴奋。他们透露，在南韩开见面会时，就有许多台湾粉丝特地飞过来支持他们，得知可以到这里亲自表达谢意，感到非常开心。虽然没有来过，他们却早早就知道台湾有很多好吃的美食，此行希望可以品尝到传说中的好滋味，表示虽然很紧张，但一定会做足准备。活动内容因为是给粉丝的惊喜，还不能透露，神秘透露，大家多多期待。见面会门票于10月14日周六中午12点于宽宏售票系统卖开卖。